大家好，是中山大学2012级亚太研究院的，然后国际政治专业。好，我是11级。好，我是11级。我是大二。我是广州工业大学会计系管理学同志亦凡人，洗洗更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19期的直弯你来猜节目，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老朋友娇娇。那感谢同志亦凡人以及广大网友和粉丝们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由于您的不断的支持和鞭策，使我们的节目从最初的每周一期调整到了现在的每年一播。为了录制本期的精彩节目呢，我们节目组特意的从铁岭飞到了广州，来到了中山大学的校园里进行随机的调查采访。那本期采访的主题是大学生群体对 LGBT 相关词汇的了解情况。那根据每一位受访者的回答内容以及相关的表情，您能猜得出他们当中谁是直的，谁是弯的吗？节目组邀请您参与短信互动，编辑短信内容并发送至XXOO1069419。幸运的观众，您将会得到由同志亦凡人提供的精美卫生巾大礼包一份。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节目组为受访者准备了哪些经典词汇呢？服你啊，我就是啊，喜欢吃男人豆腐的女的，这女这女的印象不太好啊。服你，我刚刚百度了一下，就跟宅男对应的吧，腐败的女孩子吧，就是对 gay 啊这种事情会比较容易激动，看到眼睛发光那种。基友。好，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同性恋，基友就是同性恋嘛。基友，这些都是基友啊。我觉得应该是男生的同性恋。什么呀？肯德基吗？能吃吗？这个基友，这个基友很多啦，宿舍都是基友啦。就是柴鸡鸡，那种对性器官各种虐待。第一个词应该是性吧，傻帽。这个应该是自虐型的。这个是男的都懂了，我觉得女的应该也懂了。傻猫，我知道 SB。酷儿，这个没怎么听过。啤酒，这是一种饮料吗？酷儿，酷儿是个广告啊。长得非常好看的帅的男孩子。我知道 BT 是变态，我知道 BT。BT 是什么？变态。BT 种子。老公变态。哦 ，L 就是那个手机。L 我就想要撸啊撸。啦啦啦啦撸啊撸啊，啦啦啦德玛西亚。这个是个人性取向问题，我感觉没什么，这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抱对别人的性取向，也不要说抱反对。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个性。然后同性恋，自然界中也存在同性恋。然后，既然，上帝让这种现象出现，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人呢？都是人呢。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身份，我是觉得。只要不伤害别人，然后我的身份的话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无关。就爱情这种东西应该是单纯而美好的，然后如果两个人互相有感觉，然后认同对方的话，应该就可以在一起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所需要顾虑的。然后我觉得我本人还是比较支持他们的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感情。如果说能够抛弃世俗的这样一些看法，然后勇敢的走到一起的话，我比较会祝福他们。撸啊撸啊，小鹿又变态啦！
阿弟阿弟被鱼啃了。我第一个真的，他就是，别晃好吗？别晃。啊，就是。你好 gay 啊。有几个选项，有安全套、还有这个卫生巾。都不用啊，用不上。啊，对，拉拉都用不上。你讲一句吗？有纸套。要讲，我要讲一句。好的，没问题，没问题，行，可以啊，没问题。好，我接受这个采访有什么小奖品吗？有，去一会儿，一会儿摄像师给你一热吻啊。哦，能不能安？摄像师好。没有道具怎么问呢？你喜欢什么？你先问呢。嗯。